大货，这很好玩的，这个我给它稍微弄出一点啊，它自己爬进去。好懒的这个。这是什么螃蟹啊？这是鬼头蟹，叫老虎蟹哈，叫老虎蟹。太懒了这个家伙，你咋这么懒呢？哎，嘿嘿，哦，你好小，你虽然很小，但我很尊重你，我直接用脚抓你好不好啊，出于对你的尊重。哪里干旱？山东日照，山东日照，前三岛，山东跟江苏的交汇处啊。很喜欢看赶海是吧？喜欢看赶海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啊，省得你下次找不着我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日照这边蛤蜊很多哈，蛤蜊特别多，石蟹。哇，这个海螺跟这个石头都天天在一起哈，这个海螺跟这个石头一个颜色了都。哇，这个石，哎，这个石头拿不下来了，哎呦去，都拿不下来了，还吸上了，臭小子。哇，好小啊这个，哎，可以。哇塞哇塞哇塞，好漂亮，黄金色的。哇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黄金色的。呼，哇，好久没有抓到这玩意儿了。呼呼呼，太漂亮了，但是好小这个，黄金色的，颜值好高啊，这个颜值。哟，看到一个小脚，过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过来。有鲍鱼吗？没有啊，潮水好的时候偶尔能抓到一只啊，但是很少，因为不同的地方吧，海域吧，它抓的东西不一样，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有的地方海域好，可能能抓到，比如青岛啊，能抓那种小鲍鱼。我这是海螺壳，不让我吃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。你得看，你得分人，你肠胃好的人还可以，肠胃不好的人你也吃不了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我的个天，又来个大海螺，咱这还有吗？很好吃，必须弄上没活。我的个鸟，这是啥？我的个天，这谁给我带了这么好的运气啊？都是谁？我这边还有个大海螺，发财了，孩子很喜欢吃。你报地址，我这里山东日照，哥姐们，我这里山东日照，你们要是喜欢赶海，可以来找我玩。哇，这海螺可以，这海螺好肥，这一个是吧？这是大海里推土机，你们知道吧？哇塞，这个可以，这东西捏起来老爽了。海里边还有吗？有没，但是没有多少，因为咱家都是现搞制现发货的，生产日期都是对齐的，没有那么多。但咱直播间现在还三四千个人，等会儿人再少一点行吧？等会儿再给你们整波福利，你们记得给我点关注，我这给你们整波试驾，让你们尝尝。我这想解压也解不了啊！我的个天，来了，嘚儿，老肥老肥了，上货。哇，一个小朋友，他这在这里面待了好几年，上货。哎，这个鸟嘞，好烦人！这咋又怀孕了呢？那他这咋又怀孕了呢？你看，这个鱼不要了啊，给它放了。哇，这个天！哇塞，哥姐们，你看，又来一个。又来一个，这运气可以，今天可以了。海苔卷都是用的头水的菜，慢慢烤制成酥酥脆脆的海苔。中间只咱家的这一包是50克啊，每包都是卖29.99，卖三包的。今天，带六包技术嘛，再给你们加两包。老粉应该都知道，吃过咱家海苔卷应该都知道。我点个小关注。哦，这海螺这东西敢吃呀？这个小海螺这个东西他都敢吃，是不？别瞎带节奏好不好？哎，这个鸟嘞，这是有想要赠品的扣一，有想要赠品的扣一。今天我给咱们接都是，都假一都是赔死呀。大的，这个海螺好大，
这个铁，哎呦，这下子发财了。我就是小孩，这哎，就是难跟你们可铁。哎，又来一个，我的个天，又来一个大猫，又来个大嘎了，这可以。群里还有吗？没抢到这个海苔卷的吗？没抢到海苔卷的，你看，他都跑到这里面，我都能发现他。我的个天！哎，咱这边看有没有好吃？我的天！哇塞！你们看，我吃过鱿鱼，给力吧？你们让你们尝尝咱家这个鱿鱼条，我这个黑黑的，那个别溜，没有溜，这石头下面没有货吗？哇塞，嘿嘿，这，哎，哟，这又看见我了，这咋又看见我了？哟，嘿嘿，他好凶哎，上货，又来个大石眼红。这可以吧？我今天吃眼红好多哎，壳吧？你看这海螺长得特别的干净，这应该是壳吧？哦，不是，我以为是个壳嘞。又来大哥，这可以，过一门容易扛大货吧？你看，这不又来一个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又来一个，猪！哇塞，这个可以了。你看，是吧？这个行不行？哎，又来一个大的，又来一个大家伙，大海。我的个天！别说话，不要说话，大哥，你们不要，赶紧发货。哎呦我的个天哪！这个妞，又来一个大的，又来一个大的，那你一起看看，小毛憨子，这边还有一个小的，滋儿。哦，看没有？对，出来觅食了，他们就是出来觅食了。本来他会把自己窝到沙子里面，你们看没有看到晚上吗？晚上的话，他会把自己窝到。那么说实话，这个海参咱们是把里面的内脏、肠子、沙粒清理干干净净的纯海参肉，你不要带四斤，没有四斤，兄弟们真的上不了四斤。怎么全了？全是带四斤？什么四斤？主播，我第一次来了，能不能四斤？兄弟们，这四斤嘛，就第一次。主播，我第一次来了。哎，对啊，哥哥姐，这啊，完了完了，全是带四斤的。这样吧，兄弟们，